你把头抬起来。要啦，你很厉害嘛，你不是练散打的吗？什么时候改名叫顾超峰，练上九阴白骨爪了？要啦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要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别说，要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还敢是故意的？你知不知道左岸在我们心中是多么的神圣而不可侵犯？你去。嗯，你那什么了他，你必须向他道歉。道歉？只是道歉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流氓吗？不过道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今天让多少人看了左岸的笑话，你也应该尝一下那是什么滋味。所以你道歉的时候必须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，而且如果左岸提出什么要求，你也必须做到。不就一条裤子吗？你们至于吗？你们那你现在让我把你裤子撕了试试。哎呦，来啊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你们两个怎么突然吵起来了呀？姚拉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地向左岸道歉的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失误嘛。算你还有点诚意。左岸来了，左岸来了，左岸来了。左岸，你来得正好，顾小满要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给你道歉。不需要。左岸，我知道你不会和他一般见识，但这件事情是他做错了，就应该道歉，同时也让那些看笑话的人知道这件事结束了。顾小满，诚意。哦，好。左哎呀，左岸，你过分了啊。顾小满诚心诚意的跟你道歉，你摆张冷脸给谁看呢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，战月？顾小满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那你替他道歉？你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啊？你以为学习好能考高分就能在学校横着走了？什么学霸呀，不就是书呆子吗？以后你生活用考高分吗？你工作用考高分吗？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没错啊。来，你们跟着起什么哄啊？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左岸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是真心请求你原谅的。无聊。左岸，你个大男人，没有必要为了一点破事儿跟女生计较。我说过了，我不需要。左岸，我真的是一时失手。你把头抬起来。这个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别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我就这么疯吗？难道你要我脱衣服吗？啊，不要，那样我会直接晕过去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但我疯了。等一下，头太近了。我想看清楚一点，我怕扎到你。我自己来吧。不用，我真的可以的。我说，我自己来。晚安，对不起啊。我本来想跟你道歉的，却什么都做不好。左岸，顾小满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担心左岸受伤，所以来看看。你以前那些打架声势的光辉事迹，还不够写一本书的吗？是不是我对你太宽容了？这最后一学年，开学还不到半天。
你就闹到校长也记住你了，是不是非得让我给你个什么处分，你才知道教训啊？老师，对不起。赵老师，这不怪他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祖安，我没听错吧？嗯。祖安，谢谢你刚刚替我求情，我真的太意外了。本来大家都说你这个人特别冷漠，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同学。我还不是大家，只是展越、毛永伟、许之友他们三个，还号称什么三剑客，看就是嘴贱的贱。你放心，我回去就告诉他们，你其实很仗义的，是他们误会你了。我根本不在意他们说什么，你不用证明我是怎么样的人。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啊。而且，这不是你第一次帮我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也没关系，总之你放心，我和展越他们呢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不用了。可是。没什么可是。总之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还有，对不起。你。不要再做危险的事了。啊！我说，你不要再打架了。啊！啊！你刚刚是说不让我再打架了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架了。报告。报告。进来吧。没事了，干嘛去了？展越，我让你做题，答案是写在顾小马脸上吗？没有。你们怎么样了？15分钟了，答案写出来了吗？老师，您都说过，这道题是去年高考最难的一道题，全省正确率不超过10%。我们，左岸，你上来解给他们看。老师，写完了，下去吧。你们看看啊，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，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你们以为今天还是入学第一天，准确的说是距离高考还有280天。你们以为还有时间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说的话你当耳旁风吗？